成立已有26年历史的伊甸喜乐合唱团，足迹踏遍大半个地球。今年八月中，二度前往南非、史瓦济兰、波兹瓦纳等非洲国家，以歌声将爱与希望传递到世。喜乐合唱团四名成员李继武、许秀柱、林福德、许成邦，因为视力障碍，都曾经生活在黑暗里。如今透过音乐，不仅为他们的生活点亮希望，更将这份希望散播到曾经有黑暗大陆之称的非洲地区。喜乐合唱团首站来到南非，这里虽然矿产丰富，是世界产金中心，但因为人种间严重的贫富差距以及附近国家难民持续涌入，让这里成为世界治安最差的国家，同时艾滋病率也逐年攀升。而在这样的环境，我们如何也一样把我们自己的全新的那份喜悦、那份歌声、那份来自台湾人对这里的祝福，我们能够一样的毫不保留的全新的付出。所以我们去年我们已经开始感受到这样的一个重要性，那又看到这边的华人教会，看到这边的弟兄姐妹无私的奉献接待，他们过去几乎我看10个大概有9个以上被抢过，可是他们看到我们这么保护我们，这么爱护我们，所以让我们觉得难道我们就这样走了吗？所以我们就在这边写了一个承诺，我们要把盲杖送回来，我们要再回来激励他们。在南非华人行道会牧师段忠义的安排下，喜乐合唱团先在华人行道会开唱。这里是当地最大的华人教会，驻南非台北联络处代表许佩勇也亲自到教会聆听，并在官邸设宴款待。此外，喜乐合唱团还特地开拔到约翰尼斯堡贫穷社区林内夏开唱，让美好的歌声踏出殿堂，深入人心。The very, very poor people live here, and we've come here to tell the people about the love of Jesus, and the Eden Joy Choir has just sung some beautiful songs.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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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n their testimony, they were telling us just some of them were orphans, and they were abandoned by their own families, but Jesus loved them and took them into his arms.And he saved them, and they filled their hearts with joy. And so we're very happy to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come here and just tell people about the joy that we have in Jesus Christ. 收容身心障碍人士为主的小伊甸残障机构，同样也回荡着喜乐合唱团的歌声。这个位于约翰尼斯堡的收容中心成立于1967年，收容者以多重障碍者为主。目前中心人数约200人。喜乐合唱团的来访让院内洋溢着欢欣的气氛，充满活力的合唱团成员更带领院内人员一同唱歌跳舞，上帝赐予的歌声抚慰着这些身体残缺人们的心灵。8月23号我们到来，就在这边有这一个政府的官员代表，有这一个盲人协会的师班加上我们喜乐合唱团，我们在这边一起庆祝，一起感恩。今天也有这个盲杖的捐赠仪式让住在这边的每一个盲人有一只手杖，代表我们华人，代表我们伊甸从台湾、从南非各地的这样的一个爱心的捐赠。Are you staying in this Jobber Land Association? Are you staying inside? Yes. Did you get a new white can from us in Taiwan? That day? Yeah. Yes, I did. Okay. Yes. You must, You must look after and, okay, go well, huh? Okay, okay. Thanks. All right, then.第二站前往非洲南部内陆国史瓦济兰，除了歌声外，喜乐合唱团特别带了许多当地教友捐赠的食物、衣服等救济物资前往。史瓦济兰约有40%人口感染艾滋病毒，因而平均寿命仅32岁，每4个史瓦济兰人中仅1人可活到40岁，70%人口活在贫穷线下。
喜乐合唱团的到访受到当地人的热烈欢迎，五名长老并亲自接见合唱团成员。这次行程特别安排到育幼院访问当地孤儿，可爱的非洲小朋友们在非洲鼓伴随的歌声下感受到温暖与陪伴，消融了孤单。虽然都是小朋友们听不懂的英文歌，但大家人听得入神，有些熟悉的歌曲也会跟着唱和。If it's small, and then the women, they said, more, more, more clothes for us. They were singing. And also, the singing was very special. Yeah. It gave them that they can, you can do something when you're blind. 晚上合唱团受到驻史瓦济兰大使蔡明耀夫妇的邀请，前往大使馆晚宴。史瓦济兰亲王也特地到场表示欢迎。喜乐的歌声飘扬在遥远的非洲国度，伴随每位佳肴，成为最好的文化交流活动。除了将上帝的爱浇灌给渴望的心灵外，更促成了国与国之间的美好交易。两国之间都维持非常密切友好的关系，史瓦济兰在国际上都强力支持中华民国参与国际组织。喜乐歌声最后的远洋地是波兹瓦纳，这个国家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的野生动物，只是境内艾滋病毒也同样泛滥，平均每三个小时就有一人死于艾滋病毒。特别的是，这里有位来自美国的牧师 John， 以华人为主要的服侍对象，善于华语布道。我们是第一批华人的宣教团队到这个地方，所以呢，每次喜乐演出完，他们这些人华人都会来握手，然后非常感动，我看他们眼中是含着泪哦，他们就说希望你们再来。神为什么要我们来？因为这里需要喜乐，需要喜乐的生命，需要那种从上帝来的那种盼望，需要来自神的安慰，需要来自一群原本不喜乐的人，但是今天却很喜乐，今天却充满盼望的那种生命力，去帮助这边的华人，帮助这边的华人。